原标题：司马懿那么厉害，在功绩上比诸葛亮更牛，为何后世却备受唾骂？从古代历史来看，诸葛亮以其多智而备受推崇，几乎神话，到现在都是古代智者的最高境界。但是其实在三国时代，司马懿并不比诸葛亮差，甚至在功绩上比诸葛亮更牛，但是为何后世却备受唾骂呢？真实原因有三点。司马懿是三国时代唯一能跟诸葛亮打平手的人物，其才华出众，而且也是能掐会算。最重要的是，司马懿最终夺得政权，统一了天下，后世晋朝更是存在了200多年时间，比诸葛亮平安一隅那是强太多了。而且司马懿活了70多岁，这一点也比诸葛亮强，是三国真正笑到最后的人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司马懿更加能够体现人生智慧和事业成功、国家一统思想的。但是司马懿在后世的名声却主要是负面，而且甚至是唾骂的程度，跟诸葛亮的评价那是截然相反的。这到底是为何呢？其实主要是三点原因。第一，五胡之乱。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，几乎每个王朝那都是非常强盛，让周围列国屈服的。天朝上国几千年，所以古代最强盛的唐朝、明朝、汉朝评价都很高。但是晋朝恰恰是中国古代最弱的王朝，尤其是五胡乱华，使得中华古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，使得中华前所未有的浩劫，这一点在古代历史中是未耻辱。而这一切都是司马懿造成的，如果司马懿不夺取曹家江山就不会如此。所以基于这一点，甚至古代都不愿承认晋朝是正统，而宁愿将偏安一隅的蜀汉看作正统，这就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罪恶。第二，司马懿人太邪恶。从古代历史来看，那是有坚持的一套价值观的，那就是忠诚，这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价值观的基础。而诸葛亮为何被推崇，就是因为其计非常聪明，智多如妖，而且还非常忠诚，这一点难能可贵。但是司马懿却是古代最大的阴谋家，蛰伏70年最终被诛，自己做了天下，这个跟诸葛亮再遁位和层次上那是天壤之别的。如果推崇司马懿，那岂不是要宣扬谋反、宣扬不忠诚了？因此只能是唾骂，只能是贬低，没有其他的说法。第三，后世推崇汉代。在古代历史中，汉代那是一个最辉煌的时代，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时代，而且汉代存在了400年时间，因此后世王朝基本上都非常推崇汉代，而对悖逆汉代的基本上都是贬低。最典型，曹操后代建立了曹魏，在古代历史中也不被当作正统。这就可以看出，更加背叛的司马懿更加不可能成为正统。而且司马懿这个人太狠毒，夺权之后几乎杀光了曹操的后代，而且但凡是反对他的基本上都给杀了，这一点后世也不喜欢。所以司马懿后世被不断的批评，不断的唾骂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探究历史真相，发现背后故事，对待历史必须较真。更多精彩请关注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